我们诚挚欢迎哦，国内外的哦，然后包含这些外宾的访团哦，来台湾参加我们这次五二零的就职典礼就职大会哦。那昨天这个 AIT 已经有正式有证实哦，这个美国的跨党派相关人员哦来台湾出席，我们是非常的欢迎。那因为台湾是一个很民主蓬勃的社会哦，那我们这个民主的相关的进程哦，也受到各国的关注哦，所以我们是很欢迎所有的外宾访团都来参加台湾的这个盛会。